从任何台中行业组提名的王维杰，是高雄民农行业，伊对高中路开始搞音乐提创作，参加了上百个原创音乐比赛，总算今年拿到台中。现在农村的乡农的景象又过次没记忆，故说一路用创作来表达自家关心的事情，家乡的土地，还有对农业同环境的关怀。透过音乐，伊希望乡下乡下人民乡下关心一块土地。拿灯记得探灯看看的行李，要给带灯有事调配，就不见担忧输出的业者也空位，也空位。这位经验年创银行汉尼族数中的地主王维杰，伊个高雄闽南语，从小对农村种下有农村的经验，不如其创作的歌曲，都系对种地下英雄。每天都要看着这些老人家，这些农人，他们对这个土地的用心付出，然后还有他们的感情，我觉得那个东西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。王维杰只能用红爱的国土来看世界，用艺术安固的各环境变化产生的问题，希望很想差别太重，从事反驳同保育。就西王阿公，唔系每日嘅硬咧书啊，硬咧荷花啊，哦，硬咧海参啊，哦，像硬咧东西，你用会唔见来见唔惊吓，唔系硬咧每日花。来我唔知我用嘅感觉，吼，因为见眼睛就系安尼。见谈定见答，伊有灵感，就夹夹老气老来。王维杰对高中就开始搞音乐，还指定创作歌曲。现在有一百套唱片行，唐老陈运同为行业流行歌曲，未启发得起行业创作之路。我想讲，如果客家话做得像安尼，用安尼方式写出歌诶，不过应该就。算是一个启蒙，一个震撼啊。虽然王维杰唔系专门做嘅，不过其讲音乐创作就系自家亲太嘅兴趣，同兴趣结合点关心嘅事情，很有无疑创出来系一定快乐嘅。未来佢还会继续创作，累积自家音乐实力，希望有一日做得推出自家嘅专辑，好本行下导演，大半嘅音乐关心农业、环境也等问题，强化同社会进一步建立。请问，请这位女士，特别拨通。特别是。